打不到。放肆些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记喽，还凶呢，你凶个香蕉螺旋爆炸菠萝瓶，把他卡线了。记了，哎呦，升级了，哎，他不升级有机会杀。好杀！这小子怎么又卡线了？哎，这也能被拉？这我可不惯着你哦。哎呀，操，这也能死？哎，我饼干没吃。好走位。被他拉也不怕，他没大的。哎，打个五二零送给兄弟们，真是一席哇哩！操，真离谱啊！赶紧把饼干卖了，不然兄弟们又说我不吃药。我现在没有饼干，吃不了。我操，你他妈疯了呀 ！OK， 我的一塔，我把你野怪给你偷了。哎呦我操！那我大怎么没炸死他？哎，我操！哎，我大为什么炸不死他呀？是路过的，我操！啊，我操！我的，我应该给你开大的，好兄弟。小子还敢回头、啊、他不会玩船的。操，
真是一万的顾问的。大海和人的更多到了我的憎恨。没炸到我要暂时远离沙漠。我得换个扫描去大龙真人，我带不了了，我再带队友再死一波大龙就没了。我这个装备可以解决的，可以解决他们后排。我们这瘸子好聪明，看到我直接跑了。哎呦靠，差点给我炸死了这龙。这也被秒了，妈的有眼。我操，挡不了了。快杀了他。我操，他们杀戮这两个，操，老子在这个草里面蹲不到人，老子一走开就来人了，这真的美死了，真纯的倒霉蛋罢了。不干数学，炸他不是很痛。我操，二友他捡魂的不扣伤害。皮发麻，哎呦，这光辉，哇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，真的好痛苦呀！就像我们这种刺客阵容都切不死他们后排，这真没办法呀。男刀、瞎子、卡莎都拿他们下路，这个没办法。我一个船长就更难受了。为什么老是要跟我打反方向呢？我蹲哪里，他就从另外一边打。我老要跟我搞反的，我操！基本上蹲不到人了。我杀他没用了，一波不了。看一下能不能推。交闪。炸到了，但没先攻。
有先攻他应该死了。你为什么不放眼的呀？还真到底。有最后一波。哎，这个人白给了。我线没了。真他妈头皮发麻，线没了。推两路拿龙吧，让队友推，跟队友说我要去拿土龙，推完就跑，推完就跑。坏，那大龙好像没了，感觉要被一波了，再死的话。坏，这不是大龙不大龙的问题，这是直接没了。瞎子去断线了，可以。喊他们走，他们不走啊！差一点，破两路很有机会拿大龙的，只要拖一会兵线往里面推，我们就可以拿大龙的。搞得现在我们节奏又断了。炸到了。可以冲，我冲侧面去。这一滴没死，完了。哎，我队友还死光了。啥呀？我这波位置这么好，队友死光了。他们佛爷哥先死了，我一个人搞他们后排，怎么会打不过呢？这他妈的！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，失误了。杀他没用，感觉还是一波不了。能搞他吗？搞不了吗？啊！操！我说这一个炸死了就离谱了。哎，我的，感觉无了，兄弟们。